很相信灵感这个东西，不是说你准备好迎接它，它就会来找你。你要很专注，不要想着灵感这个东西，千万不要想它。突然间你会觉得，哇哦，应该是这样。这一两年我才开始接触打鼓，我一班兄弟们他们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了一场演唱会，我记得我坐在台下看到鼓手在打的时候，那一瞬间我突然间把那个画面变成了我自己。是很疯狂的，就是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自己都进入了那个世界，每一天起码最少最少都有八个小时就练了。然后我八个小时之外，就算我没有架子鼓在我前面放空的时候，我还是想着我要打的那一套鼓的那个套路。我发觉打鼓给到我的事情是没有不可能的东西。无论是音乐或者是电影或者电视剧上面，我不会去想我究竟有没有做到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作品。完美主义对于我来说就是要接受不完美，我会用我的时间让看到我的人知道，只要你很专注地去做一件事情的话，你会得到一个东西。陈伟霆，魏霆，我愿意等待。